淡水河边，路灯闪闪烁，看四边的景致，不觉心伤悲，想起着彼当时，双人情意甜，是上约束在何边，快乐伴相随。蔡宗云，好，我们首先请亚文老师为我们做讲评。怡君，这首歌给你唱到真牛逼，那个曲势嘛真好。我觉得你将这首歌那个气味唱到，就是随心所欲的那个感觉，有到位，有到位。但是毕竟还是那句话，你跳舞一定会影响歌声，那是绝对的，它会影响你的共鸣。今天就小小的影响了你的唱歌的共鸣的转换而已。哦，没有，还不至于到那个音准的问题，还不至于哦。好，来宗允，你选了一首呢，其实就拍唱的歌，因为这种的很老式的音乐，伊是是真关注的音乐，这种音乐要唱到有迄个音乐味出来，是需要真大的功力。那洪一峰老师伊上有名的低音，有法度甲 hold 住。啊，你呢在？第一段的部分用安尼电弦，我足喜欢的。我喜欢的是，你若无淡薄仔的气力甲功力，你无使着安尼唱。因为敢若一个 piano， 一个轻轻的乐器，爱配合着你的清唱，那个是随心所欲的。如果你若更加自在的，莫去抓迄个拍，你更加自在，老师一定会对你，老师的乐器会跟着你，你会更漂亮，你也更加水气。可是整个下来的味道就真的很棒了。到了第二段的日文，我就觉得哇，一开口我就觉得对味了。因为我一直在给你看你日语的歌词有唱不对吧？啊，结果唱得非常标准，我觉得这一点就非常的了不起了。更何况是日语的音乐的味比台语较重，你的分寸的拿捏分得很好，我觉得非常不错，加油。